今天晚上红鳝鱼、番茄土豆汤，然后一个苦瓜炒这个猪颈肉，把苦瓜切成片。切几片生姜。土豆切片，切厚一点。把番茄切成大块，卤好的猪肝把切一下，菜准备好了，现在准备来煮鱼汤。锅里加点油，油热了，把这个鱼放下去煎。翻过来继续煎。这鱼煎的差不多了，拿这个鱼袋，把这鱼放在鱼袋里边，把它绑紧，然后把这个番茄倒下去炒一下。番茄炒的差不多，加水，把这个煎好的鱼放下去，再放几片生姜，盖盖。好，这个鱼汤已经熬了十来分钟了，把土豆放进去，都煮熟了，把这个鱼袋拿出来，加点盐，出锅了，锅里油热了，把这个猪颈肉倒下去。加点老抽，加点生抽，然后就是干辣椒、大蒜，干辣椒和大蒜炒出味儿，把这个焯好水的苦瓜倒下去。加点油，加点鸡粉，炒一下。哇！零食哦，我都冇零食。冇零食咋？我食咗零食，超叻啊！全部減少。糖。唔通我試下？你走一陣。喂，手機沒收。平板电脑没收，我手机都没办法，平板电脑都没收埋，唔得啊！入网要补偿啊你，全部都收，唔得啊！全部收，唔得啊！有咩？有少少方，认真，嗯，介绍，嗯，唔可以，可以，好嘅，你讲可以。那个汤多好喝，你以前很喜欢的呀，里面有土豆，好吃啊，番茄，臭酸，你看小时候天天喝汤。OK 啊，
才熬了个第二三次三次次三以后你呢不知道他要去看什么没看了不要看继续现在才七点多但没到要八点半吗班布什么吧他说开心、哦、爱回家嗯我没有班布要八点半还早得很那是那么我没落了没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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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因为我哋又买咗好多嘢，仲未寄过嚟啊嘛，所以要等全部寄过嚟，我哋先可以收到噶嘛。好神魔嚟！哇，你而家点解咁神魔嘅？知道系咩方法喎？对啊，要不然每天都要上你家门给你啊。都怕我跟我啊？有啊。你现在在质疑我啊？啊？啥玩意儿？阿珍。爱上了阿香，现在开始质疑我啊！在有星星的夜晚，你爸不行了，嗯，还开始质疑我，很肥哦，咩事啊？猪人来噶，减肥可以食噶，好嘅，网上嗰啲老师，全都系俾妈咪收嗰啲，系咯，俾你妈咪收嗰啲。我哋又买咗好多嘢，边度买咗好多嘢啊？买咗好多嘢。想想食咗。我食咗啲啊。唔使啦。咗笔啦。我食番茄。咩？番茄有营养。把它放好，放好我给你放。OK 啦，不用。你别拿在手上。对。OK。还要不要？还有很多。我今天故意放了三个土豆，你想吃的，吃完再包吧。嗯。拜拜。拜拜。